家好，欢迎咧翻到嚟《芒向编辑部》节目时段啦。今日咧就系2021年啦，3月30号星期二嘅，仲系早上时间啦。咁啊，早晨，今次用许留山啦，仲有我哋嘅马来西亚大马 Sir 马来近，各位网友好，好，仲有我哋嘅纽西兰菠萝仔二德台阳，大家好啊。好啦，请大家 like 我哋段片啦，留下言，最紧要咧就订阅埋《芒向编辑部》YouTube channel， 正向煲晒冷气三个 YouTube channel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多多点赞啊！咁啊，今次翻翻嚟咧，又要讲下呢班 BNO 界有啲咩新嘢出嚟咯？啊，当中咧帮佢哋最多嘢搞嗰个咧，始终啊最中意搞嘢嘅就系郑文杰啦，搞咗呢一个叫英国港桥协会啦。系嘛？啊，之前咧佢都同某啲人都幾似噶，又話咩23条點點點咧簽名啊，跟住後屘咧冇23条港區國安法啦，就將自己嗰啲簽名咧就啡曬落去。誒，我哋都係支持港區國安法噶，咁啊將嗰啲簽名咧就過繼落去港區國安法喎，又23条。誒，佢哋咁樣呢個好奇怪，你冇問過簽嗰班人嘅意見咧？其實裡面當中有一個反對嘅話咧。其实应该可以话都成件事要唔成立先至得噶，因为你扭曲咗个原意啊，系嘛？不过佢哋个个都系做嘢都系咁啊，肥流流噶啦，求其啦，总之攞咗你个签名，以后就都仲得着噶，有咩都怼落去噶啦。系啊，即使阿郑文杰嗰阵时啦，就你哋个英国港桥协会咧出咗个话，要求咧嗰个 BNO。即系例如 Visa 嗰啲咧，佢哋 Law of the Ring 住咗半年啦，依家想转。BNO Visa 咧，但系唔夠錢，可唔可以分期啊？咁講嘅呢樣嘢咧，其實英國政府冇應機嘅，但係後來咧就出咗一樣嘢，就係話如果啊佢哋有細路仔又好，或者呢樣又好，定點都好咧，人道理由嚟講咧，係要俾佢哋類似申請英國版嘅綜援嘅。我諗大家網友會容易啲明白啲理解係乜嘢，即係生活有困難啊，咩赤貧啊就可以申請嘅。嗱咁跟住鄭文傑話：嗱呢一個咧。都是他们一种回应来的，证明了我们英国港桥协会是成功的。哦，这样都可以。喂，分期和赤贫才申请是两件事来的，是吧？分期就是代表我还可以，大家君子协定，你给我多少期，我还了给你，这样就 OK。但如果你赤贫跟申请综援这样那样，那究竟什么资格呢？怎么叫真赤贫呢？赤贫穷线定在哪里呢？會不會遣返呢？完全不知道的，那你又將它納入你這裡，那我覺得又點而哪個了。那好了，一計不成又要另一計，告訴別人自己存在嘛。因為之前呢他就沒有參與那些叫做羅冠聰啊，什麼的士兩啊，梁仲恆那些，還有那個什麼張坤陽啊，那班友那些什麼香港約章2021啦，是吧？嗯，是啊。那壇事都好像幾鑊咗喎，即係其實都冇乜意思，即係你話你即係自大才疏咯，你講到成個浪咧好大嘅，係嘛？即係等於咁，有啲人就話：，我要喺英國起個香港城嚇，仲有任何人對佢質疑咧，例如好似陶傑嗰啲話佢香港城唔得啊，點咧，又出篇嘢喺度鬧翻佢定點啊？咁到最後咧，原來黑變咗香港城話喺黑池嘅，咁原來變咗係一間小小嘅酒店喎。咁都得嘅，你話我呢個咧酒唔係旅館啦，大賓館都未到酒店啦，嚇大賓館啦，咁你都得嘅，你話我呢一個咧係香港城嘅第一步，咁嗱我哋遲啲咧好似大富翁咁啊，依家咧就買一間，遲啲又買一間，買咪成個香港城咯，嚇你可以將成個黑池叫做香港城都得噶，係咪啊？咁好啦，我哋講翻依家英國港橋協會又搞咩先啦？佢就話咧要向啲人咧收集意見。就咩意見呢？就係關於房屋嗰方面啊。佢話啦，呢個英國嘅房屋社區及地方政府事務部咧，依家我就叫諮詢緊啊，嚟到英國嘅香港人咧，對於英國嘅房屋政策啦，同埋個顧慮啦，有啲咩建議啦？佢話咧，叫大家咧一齊留言啦，徵集曬大家嘅。各地即係英國各地嘅意見之後咧，就會反映翻俾英國政府聽，同埋去陳述翻噶啦。嗱，我哋記住一樣嘢喎，喂，啲英國佬嚇表面咧就客客氣氣咁樣嘅啫嘛，係咪？喂，背後啊，可能咧呢啲計劃咧都是你諗下，你當得呢個乜嘢啊？哆啦 A 夢法寶袋啊嚇，實定係乜嘢啊？阿拉丁神燈啊，有求必應啊，黃大仙啊，係咪啊？哇，乜都寫曬落去，乜都抌曬落去。假如啊，你哋一啲寫得太過離譜、太過誇張嗰啲咧，
到時俾英國政府咧攞出嚟當笑話咁樣啊！嚇喺唔同嘅報紙度咧就話哦，原來有香港 Hong Kong 假咧嚟到有咁樣嘅意見嘅，喂，到時笑死鬼啊！到時嚇、啊、你要記住呢樣嘢，喂，呢、這個嚇、啊、股票咧同政治一樣啊！啊，你玩政治，政治都玩你嘅咋，即係咩？你玩股，股玩你啊！啊，我哋要記住呢樣嘢啊！咁好啦，咁見到佢哋呢一啲友咧喺鄭文傑嗰度咧。留言 都已經相當之過癮了、啊、例如有些什麼建議呢，他說我最好呢安排一些叫 Council House 給他們，就是給一些未有能力買樓的香港人租住來住住先、啊、還要推出一些叫什麼呢，資助置業計劃、啊、因為現在現時的經濟情況、啊英文水平不高的香港人咧，好难揾到工啊！就算揾到咧，都系一啲好低收入嘅工作，又攞唔到银行按揭，吓、嗯啊、住咧都系个好大嘅问题啊！帮都帮咗英国人先啦、啊，咪系咯？喂，英国啊，吓、啊，如果到时近，即系黐孖筋啊，唔系黐筋，孖住嚟黐嗰只佢，疏疏地啊！你谂下，喂，英国个乞衣啊，吓、啊，佢有手有脚，又识英文啊，佢都做紧乞衣咋、啊？啊、你有手有脚仲唔识英文添啊？系啊，又唔识英文，你都嗱嗰、那个乞衣都好难揾到工噶喎、啊。吓、啊，咁点解唔俾佢住咧？要俾你咧？系咪啊？冇错。嗱、啊，呢、這个讲唔通啦。啊，都见过噶，有啲啊喺牛津咧，大家要去到牛津啲街头都要小心啲、啊。大家都知道好多游客咧会嚟呢啲地方玩啊，依家就唔冇啦。嗯。有啲撇下撇下啲走嚟問你，哎，你可能見到你喺度影相喺度 selfie 咧打卡定點嘅，哎，使唔使幫你影啊？咁你見佢又講英文咧，又見佢係白人啊，但係雖然瀨瀨啲咧，你以為佢好好心啦，佢影完之後咧會向你收錢㗎，嚇、啊，我要服務費咁可能兩磅咁樣，咁可能你諗住算啦算啦，唉，冇煩啦。如果你唔俾佢咧，佢攞咗你部相機走嘅，即係攞搶完唔俾你啊。咁佢污糟邋遢，你又唔敢掂佢，掂佢你打佢咁要報警咁，你咪麻煩咯。咁你咪諗住俾啦。又係喎，英國有啲咁嘅大眾乞衣啊，買佢怕啦。係啊，俾兩蚊佢打發佢走啦。佢話我仲要考慮咧，嗱有啲人就講啲咩咧？考慮咧一啲咧就房屋咧5% 首期嘅啫，就月供形式咧就專係賣俾香港人，仲要咩啊？食懵你啊！未够懵啊！佢再懵啲都讲得出啦，要话要唔需要入息证明、啊？唔需要入息证明，咁好嘢，黐孖筋嘅你俾晒钱咪一炮过俾咪唔需要入息证明咯？短系嘛？你俾咗5%，仲要你有90.5%未供，仲话要唔好要睇你入息证明？我点知你冇钱供噶？喂，系咯，即系公公下走 Q 咗，点算啊？我咪企咗度啊！吓，咁仲好笑吓、啊，如果到时佢供唔到嘅话咧？說英國政府可以在3个月裏面就收回他的屋，就轉賣給其他香港人。喂，你搞到拆了間屋怎麼辦？就是咯，貼啲符嗰度定點啊？又會唔會有啲咩問題咧？係咪先？你都黐線。香港都有唔少租霸噶嘛，係咪？咁嗰類攞住個 BNO 走咗去，咁喂，冇大劑喎，搞亂間屋之後。还起啦，俾翻你咯，踢烂晒嗰啲咁样系嘛？系啊，嗰阵时咧，有冇同大家讲过？有一单咧都几好笑啊，又唔知退翻嗰个studio 俾人定点样啦？就唔知攞个足球咧，系咁即系有啲污水咁样啦，嗰个 studio 咁有啲污水喺地下度嗰个足球啦，咁个波虾有啲污糟水咧，系咁嘣嘣嘣嘣嘣咁踢落个埲墙度咧，搞到成埲墙都好多个波印咁，俾翻个业主。个业主见到都呆咗，但系佢都话：，诶，咁唔紧要啦，反正到时人哋嚟，佢都会游翻去嘅，咁啊算数啦。啊，咁一件事啦，啊，即系可以整，即系我就算我唔拆咗啲埲墙咧，都可以好多嘢玩嘅，系嘛？啊，写住咩光时嗰啲喺度系嘛？系啩？喷个猪头啊！吓，跟住有啲仲好笑啊！佢话咁啊，冇英国入息证明，可唔可以攞翻以前喺香港嘅入息证明嚟代替啊？你都冇做啦，你白痴！嗱，即系咧，你最近嗰啲啊，嗱，点解咧？你搞咁多呢啲咧，即系英国政府会走嚟问你呢啲咧？你估真系喂，好好心帮你咩？都其实我觉得一做埋好多嘢咧，其实咧曲线咧俾到英国人睇，点解？當初要將呢一班人攔住喺香港，要括弧 overseas 啊，嚇呢個唔係一個括弧喎，記住啊，呢個唔係普通嘅括弧啊，
呢一个咧，好似孙悟空个紧箍咒一样，吓、啊、将你哋箍住到，哇！等你哋唔能够翻翻嚟。唔系英国啊，米友，不要再作任何幻想啦。系啦，即使咧一俾你嚟到吓、啊、五年啫，我谂住五年你哋先至现真身啦。五个月都冇啊！你哋成班都已经原形不露啦，吓、啊、一时又话冇钱俾要分期，一时咧就话要房屋政策又话要5% 首期，再要系免入息证明。我第一次听啊，免入息证明嘅按揭啊！哇，喂，我都想借啲喎、啊，我都想啊，系咪啊？黐线嘅都真系啊！有啲又话咩诶，细到好似劏房咁都唔紧要喎，吓、啊。哇！即係喂，佢哋真在幻想中喎，佢根本都唔知道個世界係點喎。呢班友仔係啲要求咁無理嘅啊！咁有啲人都講嘅，佢話如果有冇錢又冇能力嘅，又冇親戚幫嘅，咁啊叫啲人留翻去香港好過啦，係嘛？係咯，係有啲人都算清醒嘅，即係講佢哋咧就話誒，依家英國自己都即係經濟唔好嚇，你識得講經濟唔好啦，難揾工啦，英國都顧掂自己嗰啲先啦。啊、跟住可能有啲人闹佢，佢话如果唔系香港咁严峻啊，都冇人想离开自己嘅家园啊。佢话咧，跟住多谢英国政府咧优待香港人先嘅，点点点。其实冇话优待你嘅喎，依家如果优待你嘅话咧，就应该 BNO Visa 嗰度咧系应该零，应该零啊，仲要其实唔单止零啊，吓要有呢个叫做物资包啊，吓、啊、诶香港即系整定一个咧香港村出嚟。啊！將想當年嗰啲誒叫做奧運選手村咧，嚇、啊、將佢改建成咧叫做 Hong Kong 嘅村落嗰啲咁樣咧，俾喺度裏面住啊，咁樣噶嘛，係嘛？啊，冇辦法噶啦，咁有啲人開始笑佢哋啦。咁啊，喂，咁你又冇錢，又呢樣嗰樣嘅，咁你如果仲要俾埋間屋你嚇，咁、啊、你揾唔揾到食咧？咁佢話你再落去嘅話，咁你同誒、你哋口中所講嘅單程證中國朋友有咩分別咧？啊！啊，當然啦，佢哋有好多唔同講法啦，又話咩迫於無奈，又話點點點咁樣啦。啊，同埋我亦都開始佢哋有少少分歧啊，啊唔係分歧付款嘅分歧喎，意見嘅分歧啊，即是話咧唔希望咧呢一個鄭文傑啊再玩呢啲咁樣嘅嘢，同埋咧俾一啲無厘頭嘅人咧將呢啲意見掟埋落去個意見箱度咧，到時就麻煩啦。嗱、啊，究竟即係玩臭咗香港 Hong Kong 假呢個名啊，到時咧。即等于咁啫嘛，你话诶、喂，你系香港嘅女仔，你嗌佢港女，咁你哇喂港女好负面喎、啊，呢个字眼，咁点解会负面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有好多唔同嘅嘢事件啦、啊，俾人讲咗出嚟嘅，咁咪定性咗港女系一种负面嘅形容词咯，系咪？吓、嗯，咁、啊、如果你再咁多嘢，一时又话要房屋政策要倾斜俾佢哋，一时又话要。咩香港城俾佢哋，一时又话要学校里面咧，又话要整一啲系专门为香港学生嚟到英国过渡嘅小组俾佢哋，一时又话要房屋政策俾佢哋，吓、啊，一时又话要要定名 Hong Kong 假，又话呢样嗰样，又话要证明运动啊，又呢样嗰样，喂，你其实咧，你对呢一个地国家咧都未有咁多贡献嘅时候咧，你反而要求佢咁多，仲要喺啲好湿湿星星、好无厘头嘅嘢啊，吓，即又要我成个即系成个英国政府，即系你话要加咗 Hong Kong 假落去呢样嘢咧，喂，你试想象下，到时官方嘅法定文件里面咧，亦都要去为 Hong Kong 假呢样嘢咧，要去处理翻唔同嘅手续啊，唔同嘅定性啊，改好多系大改嘢啊。系統嗰方面要去點樣去改啊？點樣去處理啊？咁會唔會有個獨立部門啊？又要請人啊？哇，幾麻煩嘅嘢嚟，係嘛？笑死鬼啦！咁嗱，咁啊，聽下你啲奇人奇事啊，嗰啲都幾好嘅，係嘛？係啊。嗯。咁好啦，我哋今節咧，不如講到呢度先咯，係嘛？佢哋等佢哋分裂下，再發酵下先，我哋再睇下佢哋跟住講成點咯，好冇？多謝大家先，係啦，拜拜。